但是我们现在很热情，我们想要玩一个小游戏哦，又要玩游戏了。对，不要再教他们拆东西了，不要拆东西了，不要拆东西了，让他们选东西哦，选东西，选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表演快要接近尾声了，对。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呢，我们希望给现场的朋友选我们要唱什么歌啊，选我们要唱什么歌？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都可以随机嘛，随机，我们每一首歌都可以选嘛，可以吗 ？DJ 说 OK。你有带那么多首歌吗？有啦，有。等一下哦，我们选一个，你选举手的，举手的，好，不然一二三一起讲，我们看什么歌最大声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说痴情装矫情，所以到底是痴情还是装矫情啊？我们再听一次，好，一二三。我听到了，什么？嘻哈，装矫情，并且只有一遍。刚前前后后我唱过了，我相信他已经帮你们复习过了。现场会唱的朋友呢，一样可以把嘴巴拉出来，唱大声一点。真的让一万人走回，你把树莓跳舞，树莓雪地下你玩的酒又煮又是花皮真的让银万两走回，你那秀美跳舞秀美雪地向你挖龙的酒又煮又是花皮